海关人员将从荷兰寄来的国际航空凭信拆开检查，里面竟然夹藏了大麻毒品。刑事辖局日前接获财政部关务署通报，有多达19封的国际凭信里面夹藏包括大麻、摇头丸、安非他命与古柯碱等共20包毒品走私来台贩售。刑事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。本大队日前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办通报，之前邮包检查时发现可疑国际凭信，经会同开封发现该凭信是自荷兰寄出。经加强来检查以后，发现多达19封的国际凭信夹藏各式毒品，包含第一级毒品古柯碱、第二级毒品大麻、第三级毒品海他命等。除了采用罕见的国际凭信方式走私来台，运奴集团严姓祖先还一人分饰三角，更分工细腻，设置四层断点以躲避查缉。不过警方在抽丝剥茧循线追缉下，还是将严姓祖先等六人顺利逮捕到案。经调查发现祖先藏匿于幕后来统筹运毒，那各地区的成员互不联络，皆由祖先一人来统筹毒品邮件派送至多个县市来缉毒制造断点。南专案小组锲而不舍，经长期与各地搜证以后将本案成员逐一来击破。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其中祖贤等三人在检察官申请羁押后，由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